美媒文章：澳大利亚对抗中国将自陷孤立。美国财富杂志网站10月14日发表题为《澳大利亚对抗中国可能最终导致孤军奋战》的文章，作者为悉尼科技大学澳大利亚中国关系研究院院长詹姆斯·劳伦斯森。全文摘编如下：9月，华盛顿、伦敦和堪培拉大张旗鼓地宣布建立澳英美联盟，这是一项意在对抗中国的安全协议。随着美中战略竞争加剧，亚太地区没有哪个国家政府像堪培拉那样积极支持华盛顿，并努力召集其他国家参与这项事业。你必须应对，他说。他打算通过与中方的直接对话和谈判，推进这一议程和解决美方目前的关切。